的非常白，他不生锈，连用左手的人左右手都可以。连好像我们小小翻翻哦，以前啊就是用这种习惯，他们也是这样掉，你一刀把它拉完。对，你要这个地方哦，你跟它臭的烂的跟它挖出来。连如果是说你要切薄薄哦，切薄片。啊，对，但是你如果切那个姜啊，姜不是小小粒咯，很难抓是吗？因为那个是烂的，插来插住啊。切薄片，姜晚上不要吃姜哦，晚上吃姜很补。啊，用你用这个煎饺，你要个薯条，啊，哎，啊，个薯条，啊，然后你要雕花，你要做白灯，啊，这样割下来，啊，这样刮下来，给它切薄薄。你要这个后面啊，弯在边的，很多人跟我讲，他们买过都忘记。忘记怎么用了。哦呦，这个皮哦，越硬的皮哦，用越轻越好用，轻轻的。连这个尾尾这边啊，你要挖那个苦瓜，有那个苦瓜，有那个木瓜哦，啊，你跟它挖一下。啊，连这种小干贝啦、淮山牛蒡莲藕，啊，越轻越好，灰啦，皮很薄。所以大哥，你要记得你这个 apple 啊，你这 apple 不是圆圆哦，你要这样子转多咩多啦，昂骰子不要转不会到你的手，转出来咯，转咯，它的皮很薄啊，对，记得你不要包丢掉嘞，因为有时候他们用完不小心报纸包，这个每次丢掉哎，啊，用很多年的。用很多年的哦，连这个黄色是粗啊，你这样子拉，你一定要放三板，放三板，你跟它轻轻这样子拉出来，啊，再搓哎，哦，红色是一弯，你要放到三板，要接得到这个力啊，有没有？红色是一弯，哦，啊，给到姜啊，你的姜就说哦，因为那个吃饭的擦来擦去，红色是幼咯，啊，黄色是粗咯，你买地址治疗。用很久哦，我卖这个21年了、啊，这个把以前送的不是这个，以前送是那个圆圆洞洞，它会塞住。以前十块的，啊，他也是从我年轻他买到我的老的，啊，买很多。